啊，知道事实真相，这个观察细就叫观，了解这个粗相，这就叫觉。我们今天了解这个现象，这叫觉。观我们没观察到啊，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就很明白了啊，我们有这个觉察，我们没有这个观啊。1600兆分之一秒，我们怎么观？所以佛说八地菩萨才看到，华严经上菩萨51个阶级，八地最上层的了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妙觉是佛了，不是菩萨了啊。大乘修学最高的5个位次，他们统统看到，这就不是骗人的，不是佛一个人看见的啊！你修行正得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你全都看到啊！我们实在讲没想到，今天科学家凭着数学做理论依据，凭着精密的仪器去观察，居然发现啊，真不可思议啊！阿赖耶的三细相啊，他说的名称不一样，事实完全相同。阿赖耶的业相，科学家称为能量；阿赖耶的转向，科学家叫它做信息；阿赖耶的境界相，科学家叫它做物质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别教的次第三谛，原教的圆融三谛，我们有一个概念了啊。所以诸法本空啊，这是事实。